左腿的膝关节下一点点，前侧痛啊，李文呐，在那个舞台上，我唱看到他唱的厚厚的，偏白的一会儿厚厚的啊，绒绒的啊，他比一般的人怕了一点啊，一般人怕了一点。因为他身上被附的亡灵呐、被附的亡灵呐、有啊，是受伤以后冻死的啊，也就是他的前辈啊，曾经呢被屋顶上屋檐上面啊滑下来的雪啊，哇，滑下来的是砸伤了左腿，没人把他救出来啊，没人把他从雪里扒出来救出来，所以去世了啊。去世以后，这个外灵就附在他爸爸身上，他爸爸就故障去世了。然后他的爸爸又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他，就拖了他一把啊，是这么一回事啊。这个才是主因啊，这个才是主因啊。好，是啊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